数一数我能这个吃多少呀？开动。刺头，羊腿，教大家调一个我们直播用的蘸料，一勺生抽，高丽菜，然后一勺米醋，高丽菜，再加一点蚝油，一丢丢就可以了，再加上一点辣椒油，最后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、高丽菜。好，再加点水稀释一下，这样一碗调料就调好了。生蚝串，
来了，天。蔬菜肠，让肠。没挑出来你的味儿，料儿。嗯，下次我挑。好，嗯。嗯，没吃就饱了。谢谢。路过的老铁们，别忘了留个赞，留个关注再走哟。感谢大家。脱骨大肘子。
猪蹄。